能够祈请诸佛菩萨慈悲，哦，能够降这甘霖，使大地的众生能得到一种饥渴，啊，心里不慌才会安乐。至此呢，啊，我们同样的思想，因此我们台湾佛教总会呢，就啊提起说，借这个地佛法会的时间，啊，共同有一颗祈雨的心，有个祈佛菩萨加持的力量，希望大地的众生能得到甘霖。我们将近600天没有下雨，大家都是可可的期望，大家都非常那个仰望诸佛菩萨的慈悲加倍，还有龙天护法的护佑，看到我们的苦，见到我们的酸，能够解决我们的祈求。重点，我们除了庆祝这个浴火的大典之外，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佛陀的诞生，感恩国家，感恩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切。但是600多天没有下雨了，也造成了南台湾这个旱象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没有雨，没有水，经济就会出问题。所以今天呢，仗着大家虔诚的心，就是共同来祈求诸佛菩萨来怜悯，龙天护法来护持，来天降甘霖。啊，今天中海禅师也捐出了130万呢，来奖助各学校他们的一个奖助金。那以此的功德呢，啊，再次的一个回向，祈求天降甘霖。